以后卖再冲动啊，卖看电影拍啊安尼，啊伫遐冰倒，冰到身边流水，就知影啊。哦，我伫遮向即个八哥大阿伯，以及咱兄啊、新娘即个乡亲哦，在厝哦，在向大家分享实的。结婚袂歹才相逢啊！你无一定讲，一定爱讲哦，用恁社会兄弟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啦，对无啦？你予伊一个空间，通好有水，通好食，我相信讲这是好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讲，少年家歹才相逢，你听我意思无？啊，你有啥物话要对这个阿伯啊讲，来你甲大家讲下。我要对这个阿伯哦，先回一下实的啊。啊，在过程当中哦，就是我代志哦，我少年个性较冲动，啊，处理代志较欠点，啊，造成社会哦，这个无好的榜样啊，啊，我只对社会大众哦，再处分一下。阿妹提着人原谅，我是甲你啊，亲身啦，啊，亲身甲看到，真正啊，得到时代的原谅。我听你讲出来社会咧行。无虾米人较强，没有谁怕谁，只有谁赢谁。有经济才有一切啊，广结善缘。柯林26岁比较血气方刚啦，但是阿爷是厉害哩讲，咱出去人拼打就是对。咱今仔日有这个经验发生，就是对。我常讲啊，谨守本分于己啊，凡事任分于天啊。加做好的人，咱袂跟一块啦。千金散尽还复来，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嘛。长江不择细流，不能浩荡万里。不论有没有钱，有没有实力，或各方面，即使他是在路边摆摊的阿伯，或是在路边卖小吃的阿伯，我们都要尊重人家，因为很简单，因会老，咱嘛会老，先清楚人原谅，啊，做唔对就做唔对啊，以后袂使做这个代志啊。我伫只向咱台地兄啊、亲啊，即个时光，在处个会一个歹势，啊，嘛感谢咱台地即个时光，啊，佮咱。联动吼，咱的邓哥吼有这个机会，我伫只向大家表示的。以后卖再冲动啊，卖看电影拍啊安尼，啊伫遐冰倒，冰到身边流水，就安尼啊。阿伯，若在收纳，你阿伯讲阿伯歹势，在收纳，你养者变倒收嘛，粪扫咱倒平一下，倒换一下，一届两届三届，社会人拢有发展嘛，有发展的完成力嘛，有你机会嘛。我大家是大，大家阿伯，甲咱台南新业名的乡亲，各种诚挚的道歉。哦，我伫遮向这个八哥大阿伯，以及咱兄新娘这乡亲哦，在厝哦，在向大家回一下谢谢。